小小水你盘什么？你盘卖啊？一千啊，小台赚两百啊，什么去盘卖？迄个、迄个啊，迄唔卖，迄个啊，迄唔卖，爽气啊，大个，我来感谢你一世人啊，谢谢啦。出你分嘛，莫跟我诈台啊，真正讲我迄分卖，迄分卖啊，拜托的嘛好，拜托的嘛有。大个，谢谢啦，你大个遮尔啊。嗯。谢谢啊，感谢你啊。够要钱啊？你甲钱装啊？够要拼到哦，够要拼哦，要拼够会当拼嘞。我两支的，我带伊两包当。这本这两包萝卜糕上面写，春水堂的三百块，旁边春水堂的哦，百块好啊，一百行，两十行，萝卜糕，三十多块块啊，买伊啊，你看这今仔我阿三二的，这个分的话三百三，三十多啦，够啥物？来报价，我白买，是啊。有啥物够高级的无？我三做伙无？做副教练。是啊，阿叔，快来讲。真系你做阿副教练。有啥物较高级的无？对啦，还无效啊。有啥物较高级的无？阿叔，你给他做定了。做做袂啥物袂啥做。萝卜糕。萝卜糕。来一包一毛落去啦。是啊，一百六对啊，免排啊，迄个无啦，无要货，你要搁排，一包就好啊，一百六，人要食无？这外口内底全部拢油肉尔，吼、哦，无骨的啦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啊，一包卖五百四包，来搁加一包啦，卖两个人加先加一个什么啊？两百六啊，好大块了啊，两百块了啊，一包就好了，搁加来啊，两百三要食啊，两百块啊。外口买着大飞锅，我嘛默默去买大飞锅个，泡下食只规堆骨头个，一个做拢规堆内底全拢骨头，咱买两包，规包拢包，两包多啊，你相信我，咱这做后生规个内底拢有包，你相信我。最后这两个两包无啊？没有了，养老了，啊，收掉了，收掉了。山寨白肉锅人要食无？这一点我要煮啊，啥八百几块，比油肉肉、牛肉肉啊贵。卖八百，卖六百，卖五百，卖三百，二啊五，卖一百，卖八十，卖七十，三十好啊！你一百块，我来卖三十块，你卖我廿四，廿四又十五啊，三十块卖，我拢卖两百啊。那个料理的啦，做料理别头，你别说，先听我，先听啦，来，过来卖啥？来，只有鲑鱼还没开啊！鲑鱼，鲑鱼三百了，全部拢给你啦，三百才十五条啦，三百块，够无啦？我厉害，我说我厉害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你花四百块，英文没变，英文卖啥的？来花四百，今天我卖啥的？一百块了啊，花四百，对。这两个真正的啦，花枝海鲜排一袋一百，两袋一百，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六袋、七袋，要你一百了。这卖都炸了，这我真的做好吃啊，一百块。来这啊！等下，这三袋我你十袋一百，最后一个加等的，卖个老多等的，你留着去客人等的添嘛。一百做好吃啊，三袋一百，四袋、五袋、六袋一百，这三袋、这四袋我你一百块我就一个好不？一百块，一百做好吃啊。等下我给侬嘛。最后这一百上面啊。啊，五十了啊，几个等伊啦？介绍好忝啊，介绍好忝啊。帝王蟹棒这个人要食嘛？三百台啊，对啊。三百块要食帝王蟹棒啊？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你若买买过你试食，两百了啊，食好卖无？两百块有人要试食好卖无？两百，两百块人要试食两百块，敢够平价？用我这，我也袂堪了呢。十五条够你啊，十五条，再人过来就讲三百变送啊，谢谢。好啊，我们休困啊，感谢恁的支持。够有啥物要卖无？我算了，无我要收，我要下台啊。够几千万卖掉？只你低啊，两千万卖掉卖走。你迄个停车票，你犯到毛收啊？你犯到？你收。那只你迄个两千万，来搞人要食意大利面。三百五百要吃意大利面，一包青酱，一包白酱，搁一包青，搁一包明盖子，三包一百了，一百块。两个。哎，你讲完了。这一包无啊？拢我伊也无啊，两包包包贵了啊。你搁一包了啊？
好，一百三百块，好，三百块。这意大利面一百块，要来无？好，阿姐没有啦。最后就一百五。我你个一百五，你个是一百，三百，我三百你借。我找你三百。哦，我你啊，青春啊，我爱平原。阿姐在话的。三百。嗯。哎，讲完这两包，那我查了一百了，好不？一百块，讲完，我地方，不一百对了，一百，一百就讲，你说没有了。你看，人家吃这个港式凤爪，你退冰两张纸，存这两包，退冰两张纸，比台中的鸡脚凤爪价一百了，最后这两包一百块，一百人要吃嘛，港式凤爪。哦，这种我卖不了了，你卖价，你扣小块了，这种我卖不了，太贵了，我都买十块，知影对未？啊，都买这个人，佮徛伫遮。我这个是有咩？你讲买着这沙发，可以？无好好无，你有多少人买着这沙发去家己遮咯？好啦，走就好好办咯。我做无去啊，我咧卖，真正趁钱，你敢知影？你想高不二三种，我即阵仔疫情了歹做，啊无我无可能卖安尼咧。即摆起价都无不得了，恁还搁咧落价？你有多少看到我高二就卖沙发去啊？我有敢骗无？无啦吼，注意听。哦，你卖给我出价了，我这样做生意就简单，你卖给我出价。哦，保持这个原则，安尼出了八号零无紧，因为袂使讲我八号零后礼拜要来给我出价，那我来拍照，那我来无来哈。来，啊，该做的到上号零无紧，再拢号零，过于即摆当贵啊。你先给钱先赢哈，全部招加，金融三十五六个，两百哈，来两百块了，提个多只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两百无够了，无够再搁送你啦，两百，提个只两百块再搁你啊，两百了了，无后生再花三百啦，来啊，两百。真正要甲卖掉的啦！你遐是第二十块都无啊，卖安买无啊大啊，两百块啊，今日整就好啊，两百三百就可以的，两百块三百就可以的。两百，两百块两百三百只啊？你讲就，最后就三百两百无啊？最后就多少？你啊，多恁都真正就三百，恁都无好笑的。你看那个都要皮的，上千块钱的生意，三百了，我一个人叫你三百块，三百只，咸味啊，一袋三百，两袋卖你三百，这袋搁送你，这袋搁你，三百块三百只，三百块，三百只咸味也三百，这袋搁送你三百块啊，美女，搁无够哦，这袋搁你三百啊，搁无够哦，这袋搁来三百啊，全部拢来三百块装包，三百块。你要不要把送布了？送布没人准了。哎，按我的鱼。对呀。啊？这个名叫牛二两，泰式柠檬腿排，规只鸡腿都无贵了。想要吃卖三百二啊五，两百块了啊，鸡腿两百块。哎，对呀。两只要你，三只要你，四只要你，收钱，这个要啥哩？两百三卖吃鸡腿，是咪真滋香？有。我还讲你卖都看人啊，即摆鸡腿贵到惊死啊，搁加一只啊，搁加两只啊，搁加三只啊，两百块落啦，最后一个两百块无啊，最后一个两百块上面只啦，这只搁来啊，这只搁来啊，这只搁你啊，全世界全一个两百块啊，其实真正的啦，最后一个啦，两百上面只啦，最后一个两百上面只啦，好贵啊，啊很贵啊很贵啊，你那是那个很贵啊。趁住两地啊，你好嘅啊，我知道佢都做事啊，好啦，两三十地喺度当工地好啦，工地好啦，系啊，阿叔，下面边啊边啊，上个边先啦，下面输嘢啊，系啊，你唔要食添喎，呢啲唔用啊，呢啲食啲下面边搞啲，来，雪莉飘飘你知啊？全部听我讲话，唔好讲话啊！今天这哪啦？影视虫，我影视虫给别人研究。来，你听我讲，有人知影这什么物件无？有人知无？给人家看一清二楚。这土著的下巴，一支刺拢无。一支刺拢无，这干来八零哦，这都是我收养家珍，来想要吃一口价，唔免五百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上面吃三百块了，三百上面吃一口价三百块，这我喊起来五百，三百了，三百上面吃三百块，有人要吃无？三百，三百上面吃三百，六个人给，七个人给。
对人客，你若无赶时间，你会当徛一世啊！对啊，你趁着个，今仔你走尔，你若徛伊这吼，绝对有你爽。三百有人敢摕钱哦，三百块，三六九十，十一个人客，我招十二个摕钱个，我话三百有人敢摕无？有人要食迄个，迄个啥物土托下巴无？三百了，我话这个人。这个哩，三百块上面写，土托下巴三百，三百上面写土托下巴，这个哩三百块，三百要写啊三百，以前我做清楚讲这边哩三百，你无看哩价钱，我拢做清楚个呀，早就知影啦。来，差不多嘛无客气，我嘛无发生讲这边来处理啊，就比如恁送对吧？你有要介绍无？你伫遐看我做翻袂了，啊，行好啊！我知影三百恁无爱搞买啦，我若唔知我今日搁直接花咯，行好，甘要偷咯。我偷一个两千几块的成本的物件，互你，你自家袂要紧的嘿。无奈啊，我系讲无奈个，这种坑的还是无的咯。啊，讲了。冷金干贝鲍鱼风味鱼翅羹，这几只冷金哪底煮了无干贝退钱，几只煮到才420块。谢谢大家，我今天没有粉了，掉了，我连了，我连了，给你们了，来给人包五公章了。